没有富察容易这个角色播之前，很多来找我的戏都是女二号了，因为女一号都是小鲜花，谁愿意看你快40岁的女人去跟个小鲜肉谈恋爱？语带感慨，41岁的大陆女星秦岚最近上节目畅聊对演艺事业的想法与愿景，而她在新作品《怪你过分美丽》一句饰演职场女强人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我曾经以为艺人就是天生的星星，而我是照亮他们的太阳。肖安姐好。秦岚表示自己不是科班出身，但是对表演充满热忱。当年她曾在《还珠格格三》饰演知画，虽然是小角色，但她演反派可是相当到位。你好狠啊！我既然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就不用再保护你了。你不怕我把你的秘密全抖出来吗？破坏小燕子和五阿哥感情，令人恨得牙痒痒。直到演出《延禧攻略》的富察皇后，端庄娴熟形象让她一夕爆红。朕从未见过皇后如此装扮，却是显得出尘脱俗，清丽过人，与往日截然不同。连皇上也拿臣妾打趣。秦岚说人生就像荡秋千，有起有落，但她珍惜每一个表演机会。热爱演出的她从每个角色获得能量，即使遇到挫折，一切对她来说都很值得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